大家好，我是董正龙。那今天真的是太值得纪念了，就是我第一次啊领到，就是我推广啊 Host Monster 这家虚拟主机的就是服务的联盟行销的奖励金。那这一间呢，它是这样提供的，就是说。如果你成功了，透过他们给你的连结，推广一个人，然后呢，大概第一次他发给你奖金呢，要整整等45天至少。那我印象中是从六月十三号，对，六月十三号左右，推广出，那时候我开了一个。网络行销的研习班，然后再教七间出版社架他们网络的那个网络就是网络购物的那个网站，然后这七间呢全部都有购买 HostMonster 这项服务，所以每一间我都可以赚到65块美金。那总共就是455块美金，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这就是他现在发给我的奖金，455块奖金美元呢、啊。那从六月十三号推广成功，一直到今天8月26号，整整过了几个月啊，哎呦，好久，整整过了2个多月哦。所以其实你要领到它。的第一笔的推广奖金，他至少他网站上有写，我印象中好像也是将近一两个月，两个月有，对吧？你看我整整等了2个月再多一些，然后他现在终于就发给我。那之后呢，他再发给你的时间就会缩短，因为第一次他会比较慎重。但是我开心的是，这是我终于我的 PayPal 呢，这么久以来常常都处在归零的状态。然后今天终于一口气转换成台币是12,869元，这算是我第一次有感受到联盟行销的威力。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详细资料。这是我刚刚才收到的，这确定是由 HostMonster。寄来的，所以你看他主旨这边，他写 affiliate commission 就是联盟行销的奖励金，然后是给我的，那是在期间是4月20号到今年的7月1号，为什么？因为我印象中我大概是4月20号左右那时候加入的，然后我推广成功是在。六月十三号嘛，那他就是算六月份到7月1号这段期间，从我加入到六月底这段期间所有的奖励金。所以录制这段视频呢，只是第一个一方面要庆祝一下，这是我第一笔比较大笔的联盟行销的奖励金。这当然不是我第一笔在网络上赚到的钱，因为我之前就有写过家教电子书啊，然后还有卖一些我自己。的那种数学方面的课程啊，我其实都已经有赚到钱，但是这让我开心的是，这是我第一次领到那个虚拟主机，或者是说是做联盟行销奖励金。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标示着啊，因为其实我不止这一笔，我那时候替他们开研习班，事实上我赚的那个奖励金是好几万，忘记大概几万，可能最起码3万块以上，3、4万都有。对啊，那我陆续有领到，也许我会再录下来。但是重点在这边，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其实真的做网络行销啊，真的会做，其实是真的赚得到钱的。那我很开心的，就是把这段影片当做，是对我自己从事研究网络行销这么久，然后呢，第一次赚到一个比较可观的收入的一个见证。那也希望能够鼓励你。能够继续坚持往这一行迈进。OK，那这名字是我老婆的啦，所以不用在意。OK，好，谢谢，拜拜。